好，接下来问各位，是回答下列问题：农历十五夕阳西下，哎牛底兜雨；农历十五月亮何时升起，何时落下？下弦月高挂天空，哪边亮哪边暗？好，来，农历十五夕阳西下，哎牛底兜雨。来画讲义上帮你画好了地月，讲义上帮你画好了地球跟太阳，然后太阳故意画跟刚才不一样，就是要告诉你太阳画哪里不重要。OK， 农历十五画地球画太阳，让地球会转，然后看农历十五哎牛底兜雨，夕阳西下狼底兜雨，然后你就知道哎牛底兜雨，底兜雨是要看地球自转，地球由西向东自转。好，所以停车暂借问：农历十五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哎牛底兜雨嘞。讲义上帮你画好了地球跟太阳，让它会转，然后画出农历十五的月亮在哪里，画出夕阳西下的人在哪里，然后就看对那个人而言，哎牛底兜雨，底兜雨要看地球自转，地球由西向东自转，地球由西向东自转。OK。帅哥美女，这个人叫做 Seven 七，七号大小姐，七号大小姐，你都比，谁是七号？你是七号，起立。来，答案不知，你那个微笑的意思就是不知道。好，没关系，坐下，我告诉你答案。老师说第一步画地球画太阳，老师说第二步让地球会转，上下左右农历十五的月亮在哪里，卡中间叫做朔，放旁边叫做望，所以十五月亮在这里。夕阳西下时间，时间是日地人的关系，狼底兜雨叫做夕阳西下，上下左右下边很好，左边是白天，右边是晚上，白天近晚上叫做黄昏。方位要看谁，地球自转，怎么转？西向东转，西向东，所以哎牛底兜雨，东边，哎牛底东边，在东方地平线上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下一题，那个小技巧，连到地球写个 T， OK。顺着转动方向升起跟落下，农历十五的月亮何时升起，何时落下？农历十五的月亮何时升起，何时落下？一画地球画太阳，讲义画好了，让地球会转转，然后画出农历十五的月亮，然后连到地球写个 T， 顺着转动方向升起，然后落下，然后你就知道何时升起，何时落下。OK， 停车暂借问。有没有一个帅哥男呢？怎么都是女生啊？有没有帅哥呢？有，二十九号，帅哥男，二十九，何时升起？何时落下？啊，这个微笑又是不会的意思是？黄昏升起。黄昏升起哦。傍晚。傍晚落下不是一样吗？升起马上落下。清晨落下 ，OK。啊，你有个好同学告诉你答案，黄昏升起，清晨落下。第一步画地球画太阳，第二步让地球会转，农历十五的哎牛底兜雨嘞，右边卡中间叫做朔，放旁边叫做卦，老师说连到地球写个 T， 顺着转动方向下面升上面落，对不对？下面什么时候？黄昏。上面什么时候？清晨。所以黄昏升起，清晨落下。黄昏升起，落下。来，下弦月哪边亮哪边暗？一样，画地球画太阳，画好了，然后让地球会转，转完之后看看下弦月底兜雨，然后举头望明月，看一看它应该在哪里。看看它应该在哪里 ，OK。好，下弦月哪边亮哪边暗，下弦月哪边亮哪边暗。
我爱的小帅哥美女，现在随便抽一个好了，男生女生不管。这个人叫二七，二七啊，二七大帅哥谁？来，哪边亮哪边暗？西明东岸。你旁边这个人是装救世主的吗？啊，刚才告诉一个人，现在告诉另外一个人。东明西岸。老师说，第一步画地球画太阳。老师说，第二步让地球会转。上下左右，下斜月在哪里？上下左右，下斜月在哪里？下是错的。上。塔中间叫做朔，放回到历史中嘛，所以上面是后道，后道叫上旋。举头望明月，方位看地球自转，怎么转？由西向东转。所以哪边亮？东边亮，西边暗，东明西暗。好，小帅哥美女，讲义的知识快递有写，来上弦月、下弦月的说法一。农历上半个月的叫做上弦月，下半个月的叫做下弦月。说法二，上半夜看到的叫做上弦月，下半夜午夜十二点又看到的叫做下弦月。说法三，西明东岸的叫做上弦月，东明西岸的叫做下弦月。类似的说法在讲义的知识范有告诉你，请记住，还有三个说法，什么叫做上弦月，什么叫下弦月，然后你可以用背，就背上弦月西明东岸，下弦月东明西岸，因为常考，因为常考，你就把它不会判断就给我死背，不会判断就给我死背，因为常考就把它背好就对了。OK， 这就是有关于判动脑时间02的部分。好。